造成许多动植物被卡住而无法动弹。谁来救救我啊？海底总动员舞台剧，守护环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。金鱼搁浅在沙滩上，人们剖开肚子发现里面都是塑胶保特瓶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乱丢垃圾了。林口法鼓队六岁，善的环境潜移默化，小朋友的成长看得见。学到很多古艺，还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，如安养院庆生、净滩、义卖捐 BNT 疫苗，这次还要捐土耳其赈灾。要带竹筒回来，有小铜板也是一份力量哦。约土耳其大地震，帮他们买衣服、挖裤子。我两个孙女都是在法鼓队成长，压岁钱存进去的竹筒都来捐献。法鼓队不只学击鼓，也学品格，行善尽孝的观念从小扎根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志清、罗胜仁、王玉琴台北报道。